银行是没办法打币的，不能你打币啊。好了，可以来买那一打。哎呀，我上来后悔。医疗应该是我不敬仰。一架东航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市藤县掉落，并引发山火。目前救援队伍已经集结，正在靠近，伤亡情况未明。你去外面喝，哪里来的？没了几多年了，进去了是吧？这晚上啦，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，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鱼帮你来打折。